做人其實有時好像踩單車咁樣，首先要有動力，同埋喺過程當中要平衡。同學仔，你哋嚟緊，不管係唔同嘅年級，你哋未來都會有好多嘅挑戰，或者前面有好多沙沙石石。但係我相信同學們認清目標，有毅力，用決心，你哋一定可以到達你哋嘅目標。終點。